尊敬的各位来宾，下老乡亲，日本计算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问真好。我是金门界主持人林松林，非常荣幸的跟大家欢庆一顿，共同来分享这一场盛世东华、祖国万岁、赵家名家名客迎枪舞会。非常卡下的是，今日又恰逢一年一度的同样佳节，多几个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特别是正位老人家，祝您健康长寿、幸福吉祥。金门人听到的光景是男主雕勇欢声笑歌，金门人的舞台上是青光闪闪、红烟火炊。金门人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三位国家的一级演员，黄武浩在位非常优秀的赵家新秀，听下人再来为大家一一介绍。现在人来请出当红村界之己曾庆水先生，就太来为大家致辞，大家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乡亲们，问就好。你们是当红生数着数不在里的这条龙洞生生活，感谢有祖国的小乡家小，我的正面区家小带领的条条家。名客名客杨昌辉来华城戏台龙洞演出，顶地捧台空烟火炊，我兼代表当红城及全体村民对鲁孟来的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做了孝亲进行强调，这是一条为响应十种十金门种族的新时代文化建设活动。金门名家名客演唱会，生活空灾机会人风，有足本处生活处的意外成功。谢谢曾先生的致辞，现在人来请出这场门会的策划人，这位德高无同、对赵家无私奉献的艺术家，也是国家级的书法家赵锡宏老师，上台为大家致辞，掌声有请。各位来宾，尊敬的当红村界伯乡亲伯老、叔伯媳妇、兄弟姐妹们，大家问就好。我今日当个一应该跟大家介绍。这个当红村南极地岭梅花田埔各有三乡金武乡乡乡业家，特别是乡乡乡业家以出人好想乐事，为当红村的建设，特别是一个教育事业搞得正正直上，大家正所超载。当红村是这个差不多有五万人穿西装的乡里，这个乡里呢有九个学生，所以呢我只管你来到西路，在那当红城的教育工作做得非常好啊，九多个乡里都能西路啊是名列在茅的，如听有时是缺多一个，所以呢当红城的未来的美景是照射的，
所以呢，我来到这地方也是高兴这个。那么，当风从个领导干部热心的文化，经每一条生活，就是咱当风从个领导对人控制的东西，如增加了一处大会个啊。那么，其中呢，我两个刚才秘书啊、书记啊，这个要做书记，特别是还有我这个老同学，叫做钟明琴，是我同学时期的老同学，多处对我邀请，所以我呢就真心呐、啊、组织了这一场盛会。那么这场盛会该组织呢，不是那样简单啊，是有好多朋友的支持，特别是金马指出啊，阳光啊，就是阳光对我的支持。京东又还有一位老人啊，佮能像你个前人，咩咩都后摆支持我，意思理解呢？伊就是咱这个上东铺啊，这合山合山镇上东铺啊，正名区老先生，大家起来出来替人见面好吗？佮那个老前人啊，好，老人家出来。老人家今年80岁了，伊是这个著名的画家，是50年多的大学生，是光山国李雄才啊，这个名这位就是哈，来个掌声。这位妹呢是这个光山国李雄才的学生，是咱国家一级的画师。伊热心好强，伊特别是对人下级落嘅创新教育做了不足工作。啊，只挂你来，我两人老朋友。啊，伊写字，我写字，伊画画。我两人是老朋友，所以我认为老朋友呢，伊今年来到人这个西路啊，来到人我家乡，今年起码徛三个月，有四点经常帮我家族。所以呢，老先生呢。是人嘅亲人，我在湛江咧，我旧年甲啊曾老师、曾教授两人来人当红真情啊，到咱红山里啊丽江发家曾明添同学，两人嘅引导下，我来到人当红村这个画作当度，真情受够人当红村出老人啊嘅热烈嘅姿态，就请用梅酒佳肴来接待我。我非常欢喜，多几个，我代表王老人啊，表示对人当风这个老人族，大家啊，气节那个掌声，感谢。谢大家。都老人家，我在那路来到这里，真好，你欢喜一点不易。因为我来往亲人多，啊，我这个乡里老太过人，啊，来往这个亲人多。我帮我人啊吼，所以呢，来就叫，来那个来就真情，轻松好一挂就真无意。你老人家有咩有会？爱对出哪出路出亲人哪？谢谢人啊，各位乡亲伯老啊，我今日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晚会啊，咁啊，几挂高兴。我年纪老啊，单位可能老些，或者由于太时高兴啊，单老或者单错或者单丢，请各位有请别老荒凉啊！多处啊，首先应该感谢那个当红村的领导啊，以及那个丢家的。有家个名家，能够啊抽出时间来咱个当中个乡音呀，精彩乡音，秀才，我表示啊，衷心感谢咱个当中个。因为指出来迎出出客，迎旺多子旺，我人多年个老朋友。感谢那个这当红尘的领导，跟咱各位乡亲伯老啊，热烈的款待，
大粒啊，字体啊，都不会多，你都跳啊大呀！我家我一个老朋友啊，刚才就像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呀，由于我微微啊，就像先生一下子，所以从技术上我老人啊，会但是自当倒下啊。所以呢，我一路呢经常甲张总呀，来到那个西路街巷来微微下山呀，咱西路街顶咱一地呢风光美丽呀，所以我都在呢，都我个好友也是咱个西路街红山里啊。李丁华先生，介绍的，我来到这个东风城来为乡愁呀。等于是来下山，等于是不会主动啊。那郑老师我咯，先从那东风城也是传播，先从我的话还咯，能相互打下，当先伤情呀。所以生活会是从我了。对咱个乡情的感情呀，我了熟悉张宏个张当铺是这个祖先来个咧。是啊，咱祖宗都是当兵生个哈，三百年在强的是，今日更加是啊，老情难好啊。所以呢，有啊啊李德华先生，李德华先生也是咱个西路人才。啊，能给称作李师兄啊，确实不错啊。对个介绍的，加我一个老朋友啊，那个像杨钓祥先生个陪同的，来到咱哎东风城来认亲认亲拜祖啊，就到咱东风城个领导啊，那个乡亲别老啊，热情的状态。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所以呢，这次我这个刁总要真正的意思呀，来报答，来测位几个门位，报答那个乡亲别老对我的热情啊，对我的款待啊啊啊，刁相啊，鲁莫腿大明白白啊。伊是的确是多才多艺个，咱个西路个乡乡哈。小西，我介绍一个，赵小红先生是咱东国主业个会员啊，主业最高个哎学术团体单位呀。赵小红先生伊对祖国艺术非常研究呀，取得啊不单方面个成绩呀。都能全国组织组合展览啊，全国性个哦啊，已经经费的咱个东国组合展览个最高奖励叫做提名奖啊，得到金奖个啊啊，所以啊，就像是说，除了能够写出这首好诗之外，忘了。是一个对条件发展的事业非常支持、非常热爱的人士呀。尽管呢，阿赵总虽然退休来呀，还继续发挥那个武职啊，经常到西路啊，跟咱啊做学生啊呀，教学生写字，教学生学习文物。加学生学国学呀，无时无地不关注咱家乡个文化教育建设啊，真心实力啊，是一个位真正啊，用于弘扬咱家乡个教育事业个好榜样啊，好领导啊，好领导啊。
去他位啊，就总头先都打我的目标的空啊，就出机会啊，哇，再次感谢那个牛津别老啊，哎，今天啊，哎，刚当能够一直去欣赏那个条件的那个精彩的样式啊，刚当度过那个同样家族。是一个吉祥喜庆的日子啊！最后呢，祝咱牛青别老啊！哎，身体健康，吉庭和睦，万事如意。哦，好、哦。啊，曾老师呢，伊主要是咩个呢？来到人家认真情，伊见到人村人啊欢喜，本来伊房屋错在位呐，这是叫话念咪单单好啊！出牛青爱在那路台阶个。但是呢，我也好大话，恁大个世界，伊是恁个亲人，我是恁个庙人啊，我家己家晓得，我是人一个乡里个立起立起亲家，没有亲家，我是曾祖曾瓜生，我阿祖母就是人当红亲人，所以呢，我老人就怀着。对人一个乡里个亲交，佮一种莫言之交，专门来组织一条引出个，只何莫人买答，我老人确实是有心，真乡亲佮大队干部们组织个引出呢，我呢希望老人发起个，都能大队领导，佮阿明钦，佮阿李伯社要做主席，关心做下。真惊个，当直接要养出呢，恁可能了哇，还金门就在当两天的阳光，来到今还可能有恁个当红就花好在钱啊，我命令阿爸红钱个哈，恁乡镇也好，老板也好，命花没有钱个，一出人是交往上好就来个，啊，交往上好就来个，所以呢，金门呢也是恁久久定养在个大组织。我衷心地祝福人老人健康长寿啊！老囝读书聪明，后生出挂汤子啊，大汤啊，子女呢向来左向来齐啊，谢谢另外一届黄爱达，今晚呢我呢也有参加演出，但我组织个黑市抢我恁没社交啊哈，恁没过节也耍，啊我这路上那真正个啊。给这个音乐就是那，咱这个六甲音王啊，伊能打拼了几十年台顶台下，打拼了几十年才成才个呀。了，咱由于咱个体质个问题，只了六五十五岁脱休，大部六十岁就脱休。伊咱这个时候正是鼎盛个艺术时期，这个时候就叫伊脱休。所以今晚呢来了，我个老人，我特别是个小声出来个。我个呢就经济来不了，因为特殊情况来不了。我打拼就是爱希望一出，老个已经不能将伊人饮醉都来，爱出来香个发挥个武力啊武力，所以是这个故。那么金门定阳座，大家中啊能够坚持到最后，我有动摇，我老人有动摇李兵来送去做老人，加送去做后生老囝读书个。甲三个人做好强客个，啊，各位啊，谢谢哈、啊，我当然祝愿大家金门高兴开心啊，所以呢，我老人呢，本来有好在好在位来陪呐，陪死都陪不了，陪阿妈去都陪不了。那么我讲金门呢，把将这个舞台就是交回去，金门几位美女松林小姐啊，交去。哦，我那个杨叔正式开始、哦，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你。谢谢，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感恩，直冲当心，温暖如阳。咱每个人拢带着最美好的祝愿，祝愿咱个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但是也祝愿咱当红村
能猜不出是开平安。现在那个正目组正式开始，首先能来请出来的是国家的一级名王，国家飞水调解团成人调解的名头本田伟老师，为大家带来一刻调山功夫的跨步邓晓雄老师、邓春培老师，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爬山功夫底，一杯快平生，龙神古朴的一样飘四林的。一口车上地，剑杯烧在地，风云归客，每日是要笑千千千，劝君一点莫错过，功夫地你有在音，功夫地你有在山功夫底，一杯快平生，龙神普陀的一样飘四林的。一口车上地，剑杯烧在地，劝君歇平。江湖悲，江湖情，相片见面贵如金，白骨老的多靠求，冲泡一杯妙难亲，别人将当年归客，每日是要笑千千千，劝君一点莫错过，江湖悲你在阴干不得你一无无在意哦在意。这些三位老师的精彩表演，我发现阿彭老师一出场，届届拢好欢喜，一届一届台高笑眯笑眯。接下来，咱请大家继续来欣赏着个十五关的选曲《相逢何必曾相识》，由邓培公老师甲嘉阳老师为大家演唱。邓培公老师是中央一康界知名小生，伊个声音非常高亢。是一位优秀的调解新星，嘉阳老师是汕头市客家团的调解主音，
贾老师才貌双全，伊能塑造个人物形象啊，是非常个创新，深受广大戏迷个喜爱。咱掌声有请两位老师上台。赵姐。
谢，多谢。谢谢两位老师的影响，接下来出场的两位老师啊，是大家拢非常喜欢，也非常熟悉的老小李老师甲邓水伯老师。老小李老师是咱国家的一级名王，伊捡过的奖项啊是多不胜数，伊塑造的每一个角色拢深入人心。邓水伯老师是咱中央一团的一名登昂大将。伊到舞台上，非常阳刚的男妹形象，令人过目不忘。现在有请两位老师上台，为大家吟唱一曲《包公过李侯》，掌声有请。湖南乐府和王清重新说哪里断吗？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两位老师的演讲。咱节目的节目是精彩不断，直播又直播的惊喜，令人目不暇接。接下来，咱来请出另一位能神贴界老师，吴坤元老师。吴坤元老师是国家的一级名王，也是国家级非遗雕刻传承人姚双秋老师的入室弟子。吴老师在雕刻艺术上有好几个造诣，深受广大戏迷的喜爱。现在我来请出吴坤元老师为大家吟唱雕刻《蝶恋花》的双曲《东坡山虎放硬粮》，掌声有请。谢谢。谢谢坤元老师的吟唱。接下来出场的是林丽丽老师和张小红老师。林丽丽老师是中央雕刻团的主音，伊不只是南门声点，还是一位创彩的雕刻先生。张小红老师不只是一位清正雕刻的艺术家，伊还是一位国家级的书法家。伊为雕刻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我来请出两位老师为大家带来雕刻《血溅南梁境界》双曲《直到地宫成朝幻》，掌声有请。Oh!
中苦情交女人，一个红娘光姐，别怪我啊，花心来吧，明知有你啊，我明宵中吊金刚鞭，耍回你。在下两位老师的演唱，真是声声动听，引人入皮。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来欣赏着这四江闹花灯的选曲《柔情似水暖心肝》，演唱游志杰老师。游志杰老师是调音调吉团界欧明主音，伊个声音非常洪亮，腔调饱满，是当今调吉界不可多得的欧明音王。迎接那个掌声，有请游老师上台。
感情的落地来你不定说是出凉凉正好用途不不是起航路在住情的清明明再试啊！再试啊！要请嘅老师嘅精彩演讲，接落来有请嘅是林永卓老师甲谭小红老师。永卓老师是中央调解团嘅副团长，也是一位知名嘅学生。伊人塑造界黄金岭甲咸油人内角色，是深入人心。谭小红老师，我也是调音调解团界青衣荧光，正平的广东省代志界客协杯界一等奖。现在有请两位老师为大家吟唱调解包公醉蝶界双曲《相逢喜泪倍增笑》，就是有请两位老师。
坐下。坐下，两位老师的演讲，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来分享着个三千千万境界双曲《天理良心又何在》。因强是着个三千千万间来拜张皇后的本尊，嘉用老师掌声有请。小百花剧团界知名两小生，也是多次获得戏剧艺术金奖的荣光，黄宝琦老师为大家吟唱一曲《金小钢琴山海面》，掌声有请。
下。这些不给老师的印象，今天我们接到门会是和气亮亮，让我们一百日后下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刻八万别记。印象林丽丽老师有志杰老师掌声有请。这些两位老师的印象好听好客好干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出另一位能性级的老师，因故西路伟大白灯无戏就有老小李，可见小李老师在戏迷心中的地位，有请老小李老师为大家吟唱一曲三柱清香心一强，掌声有请。
小李老师的精彩演唱，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是赵家小刘花的双曲《回首人生秋荒谬》，演唱孙桂条老师。孙老师是电影赵家团的知名演员，伊的唱功非常深厚，又可担任小生，又可演个老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掌声有请孙桂条老师上台。大家问一下好，这些孙老师的印象，我来出场的这位老师啊，他所到之处是充满欢声笑语，下面我来请出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彭典韵老师、邓晓雄老师、丁春桂老师，为大家带来一曲《双桃花》甲《丁兰歌》，掌声有请。生来有影，煞会
唱歌仔，恁家风唱落久来滚阿伯听趣味，时间阿伯就无爱收恁家的豆珠子。妹啊，放屁歌我哩袂唱，有阿娘教我五句槟榔歌，较好。好，槟榔歌上顶好，伊是咱爹舅甲刘家过客。人人爱笑，家家爱唱，恁搭唱伊好听好听呢，阿伯就来出力开准，吼，来来来来哦！阿伯多了多啊，是来故
伯听来正好，恁就当我唔强了。阿头花哦，这阵阿伯多给恁大声笑开，但卖点古命唱歌，你痛喏，人家中门半夜老狗伤开吹过来哇！哈，遐无事厉害，我来去西路，遐家己袂去断啊！恁大卖惊，过去安就生，阿伯往出落遐准，这个就够。吼，阿伯出落这个，心难知。哦，恁徛稳徛好，阿伯来出力，阿伯来出力了喂！感谢三位老师的精彩表演，大家拢抬高以腰背前，接下来咱精彩继续来上演。有请林永祝老师为大家带来着这十五关的选曲《含冤家悲愤人品》，掌声有请。坐下。非常感谢永祝老师的演唱。下面咱有请谭小凤老师为大家带来着这是两首的选曲《对明月心事向谁诉》，掌声有请。
金贵盼不接报，快千里之外将心锁。小红老师的演唱，下面有请邓水伯老师为大家演唱电影剧团的传统剧目《十五关》的双段《大海撩针也爱惊》，掌声有请。在大王的岁月乱，是非曲的送情，嚯！这祖外郎，这祖不是。
同是你我的三千天地呀，妖王我啊，四方西北穷怕狼心，四方西北穷狼心，此西高啊张嘴呀，叭叭叭，谁不用红火中武当王为民心王清，点点王兄。哦，谢谢邓翠柏老师的精彩演讲。下面有请孙桂条老师、林丽丽老师为大家演唱着个《木桂园招亲》的精彩选曲。另外，该是东梁敖，掌声有请。多谢两位老师的演讲，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热烈的掌声。今晚咱舞台上的老师拢非常优秀，调节的创新而发展，离不开伊人的努力甲贡献。也感恩所有的调节人，因为有恁，调节的明天将更加辉煌。下面咱有请邓佩君老师为大家演唱一曲《咱家青春花正红》。掌声有请。Oh!
坐下。坐下，邓培公老师的演讲。下面，咱继续来请出何坤荣老师为大家演唱着个《三个分界》精彩选曲。面对草屋心暗将，掌声有请。谢谢吴克明老师的精彩演讲。现在咱的天气是梅黄未亮，但今晚的这场晚会实在是温暖人心，好戏特别。最后由张世宏老师为大家送上一曲《调山颂》。这首《调山颂》是张世宏老师和调解院的林曲老师翟老师
唱出了咱每里个大调山。就算就先有请赵小红老师上台。Thank you.
亲家吼，表姐、表妹、表婶、表姆、表妹、表姐、表兄，吉祥如意，谢谢。好。尊敬的各位来宾，白老乡亲，直播记者界各位朋友，咱金门界主席长盛世东华祖国万岁，调解名家名客迎枪门会，到此圆满结束。感谢大家的观看，也非常感谢金门所有的老师，多几个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胜意。Yeah.